那么巡天光学设施呢，它就是一台望远镜。那么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子系统。我们现在正处于初样研制阶段，现在目前呢，鉴定产品各个子系统组件单元基本都研制完成。 准备集成测试实验工作，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转入到正样研制阶段，开展飞行件的研制工作，与巡天平台集成开展联合实验，开展发射场测试，然后择机发射。